好，这是现在加班啊。现场整体，是吧？每家的喝粘合剂，反应大肠，现场打磨，现场看。你比谁家浓度更浓？5.6了。你怎么那么长到北京上喝这样的吗？弄的。弄的。全观看浓度，5.粘合剂的，反应各位客户朋友，在场当场整体试验，如达到此浓度，这是虚假广告。 回来了，一分钟。回来了，都算大单，我操，看不了吧？你也跟你那个，我维持越野越野，我在什么就这么牛。再不会是吧？可以搅拌了吧？再搅拌了吗？搅拌吧。搅拌，重拍一会儿嘛。小油门，慢点，搅拌就行。 好，都在那位，都在那位，没事。你这一套子呢，我往起上还得。